一心就是真诚啊，二心呢就不诚啊。这个从前前清曾国藩先生实际上讲啊，他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，喜欢读书啊。他在他的读书笔记里面给臣下了个定义啊，什么叫臣呢？我们中国古圣先贤对这个字很重视啊。无论你是不是出世间法，有没有成就，关键就在你有没有诚。那什么叫做诚呢？曾国藩说，一念不生是为诚。他这个解释跟佛法里面的解说相同，一念不生呢，那个念是妄念，没有一个妄念的啊，也就是说，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这都是妄念，这个妄念通通断尽了。通通没有了，这叫诚。如果还有一念，一念喜爱的，一念嗔恨的，你没有放下，这个字就没有了。人呢，是个好人啊，非常慈悲啊，对人对一切众生都有爱心，啊，他心里有一桩事情，或是贪念呢，或是嗔恚，永远放不下，这一念呢，把他那个嗔破坏掉了。